等等，金小姐，你先别动。小北，你说每个小兽灵多加100，你考虑一下，来我这儿常住吧。谢了，最近我还别的事要忙。我也留意他很久了，来我们酒吧一个礼拜，既不喝酒也不聊天，一杯苏打水能喝一个晚上。嘿，今天居然点起了长岛冰茶。干嘛？等等，你先别动，我帮你系个安全带，马上就要开车了。太瘦。小姐，小姐，我睡。小姐。是吧，先生？我要睡觉了。幻想我们距离无法停止想你，你和我之间好像动了个关系，带你去银河系，坠落在你眼里，不管几万里也要去星空旅行。云朵偷喝了我无定的酒，寻着被晚风牵走，一不小心
我为了你在酒吧待了一个礼拜。你说你为了我来都来了，下来吧。金副总早。金副总早，走。哎，他真的把我调走了。金副总，走。金副总早，我跟你说，金副总早，金副总早，这是今天早上准备开会的资料。不用怕冷，开会前先把会议室温度调高一点。好的。西晨，你怎么处处关心他呀？啊，他现在已经开始动我，我可是你的人。我跟蓉蓉是兄妹，在今朝，我永远尊重他的决定。不是，哎呦，西晨，我这不是担心你吗？金总把县城区开发案交给你跟小金总一起搞，就是要在你们兄妹之中挑一个当继承人。都这个点了，他人还没到，搞不好就在搞什么惊天的大阴谋。天福商业街的工作报告还没有整理出来，这点事都用我亲自干吗？例会之前必须给我。好的，小金总。还有，帮我把例会改到下午。好的。那衣服都准备好没有？我的小金总，你根本不懂现在的男孩子，尤其是岁数小的，容易。容易什么？骗财骗色。他骗我还是我骗他？你觉得呢？我不骗小男孩。你醒了。你的衣服昨天脏了，我让丘比给你准备了新的。不用了，我根据你昨天的穿衣风格给你准备了这些，你要是想要别的款式，可以让丘比再去准备新的。我穿回昨天的衣服就好。给你准备了早餐，面包牛奶你要是不喜欢，就给你换豆浆油条。昨天晚上。你放心吧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对我负责？昨天虽然我喝断片了，但不管怎么说，都是我把你带回来的。有个微信吧，该负的责任我都会负的。比如呢？比如，小金总，这个小奶，呸，这位小先生的衣服准备好了，请吧。别人换衣服，你看什么看呢？出去。我说的责任呢，就是除了不能跟你结婚，其他的你有什么需求，我尽量满足你。渣女。谢谢你，我暂时没什么需求。那行吧，我送你回家。不用送回家，先送回学校吧。嗯。学校，学校，嗯，小金总，这公司里随便一个人就能完成的街区评估案，你们不要天天自己来吧。你还有一分钟，要是一分钟之后你还在这儿，这个月的工资马上就是。
三二一。爱听心里的声音，仿佛有某种穿透力，会更加坚定相伴。丘比，下周的行程也都帮我取消了。梦境再见。